现在才知道，好在帮你赚钞票。金妹妹，是很多人一生的梦想都希望五子登科，是哪五子？车子，房子，妻子，儿子，金子。哎呦，对，如果这个通通拥有的话，人生就圆满了。对，你不要以为这些是资产哦，现在资产可能不是资产啊，负债可能不是负债，到底是富有还是负债？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傻傻分不清楚哦，对，都觉得说，哎，我应该是资产很多，而且呢，有的负债也不见得真的都是不好的负债哦。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大家一起来理清楚，你到底是富有还是负债？对，哎，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到的应该是属于富有一族的玉林哥。大家好，欢迎。就像有人说老婆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对，那有时候老婆也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有可能，有可能。哎，你这话说得不错哦。对呀、啊。好，接下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玩的莹姐姐。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是，最后欢迎王仁武。我真的就是属于负债的那一群，对，老婆就是负债的。你赚的可大了耶，真的，太客气了。有的时候小孩也是来讨债的。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第一个是财税专家的好朋友郑宏。第二个财政专家艾丽。Hello， 大家好。到底这个负债跟资产怎么来区别？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对不对？对对对。是不是有好的胆固醇？哎，有坏的胆固醇，对，债也是同样这个概念，真的，对，债也有好的，有好债跟坏债哦，有，对，同样有这种情况，就想说，什么叫做负债呢？负债的话就欠的东西，那胆固醇大概有它的功能跟功用的，那我们想说，到底债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是，就说您这个负债呢，会累积资产的，就是好债哦，是是，会创造资产，会创造资产呢，就是好债，但是又要看它设算，待会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但会有所。回报的会增加你的现金流的，那就是好债了。是是是，不是说会讲相反的，会变成你的负现金流的，那当然就会变成了不是一个好债了，是坏债。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是，对。每年我们刷完卡之后呢，都会有行这个要付卡债，对不对？对对对。卡卡完的时候，发现这一期没有钱去付。对，没有钱去付，那是完全消耗掉了吧？是，对。比如说去买了一个叫做 LV 的包，名牌包包，对不对？这期没钱付，后来就循环信用。循环利息可厉害了，对。可是那个包一买包的时候，假设10万，对，那假设你现在卖人，你们会卖多少？理论上来讲，应该就8万，一定10万以下，对，那个就叫马上就折掉。对，那意思说不会增加你资产的，这就是坏的负债。所以因为你一买了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上面就是你的账卡上面有这笔钱？对。这笔钱里面可能你没有钱付，那你就干嘛呢？你循环信用，那就贷款出来啦。对。贷款出来之后发现说你这笔钱又降的价值，你那边又要付贷款，付了贷款之外还要付利息，相信这个就是所谓的负债。所以消费型的基本上就是坏的。玉林哥，你清楚你名下的财产是一栋房子，差不多，这跟大部分人都一样，对，一栋房子，一辆车子，对，然后保险，保险，公司，然后公司，对，然后妻子、儿子、金子都在家里，妻子还没有儿子，对，狗有一条，但是狗算负债，负债，狗儿子，狗应该算是狗算负债，负债，因为他不会帮你，他会去赚钱回来给你吗？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那就是最大的财富，除非他会才艺表演，除非他上节目。他就变资产。他也有一次帮我去购物台录那个，有帮你赚钱，录那个洗狗精，哦，开花赚了3万，回去我就买了很多狗骨头来喂到他。哇！而且狗很奇怪哦，他好像知道自己在帮我赚钱哦，因为他录完要回去很骄傲，我叫他还不理我。兴奋。所以玉林哥，你现在房子有贷款？我先讲房子好了。对，好，我很多朋友他身家好几亿。对，可是呢，他买房子还是在用贷款的，啊，他里面就是认为说这钱要活用，对，那一点利息呢，对他来讲微不足道，就缴吧，好，那他您留下了大量的资金呢，啊，他去做别的投资，啊，做这做那的买土地啊，在干嘛干嘛的，对，啊，所以即便他那么富有的人，还是用贷款的，那我一直觉得房贷呢，啊，是好债，那就是贷款借的什么呢，比非多。里面都是好菌嘛，哎呦，好会形容，好会形容，你这梗想很久对不对？想很久了对不对？真的，所以呢，房贷是一种好债，对，
很有钱的撇开不说，那普通有钱的人呢，他虽然也许他勉强也是缴得起说这种一次付清的，对，但是也不要这样来弄，因为刻意不付清，拿钱去滚钱。对对对，然后你如果说不太有钱的话呢，那更是需要靠房贷。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可是你每个月那个精神压力，那你到缴那个款，那你负债一付20年还得了？错，人都有惰性，对啊，人有这个金钱的压力呢，才会刺激自己呢去赚更多钱。对，所以玉林哥是用房子的贷款来强迫储蓄。对对，所以我始终认为这种强迫储蓄。那车子呢？车子当然另当别论了，车子是这种消费性的商品啊，有时候就是越久就越没价值嘛。对，可是对我又不一样哦，别忘了我有一间公司。是那我们车子用租赁的方式，反正我们本来就是要开车嘛，不可能那个走路啊。那既然一定要有车子的话，那我们跟公司连结在一起用租赁，那还可以抵税干嘛等等。基本上来说，我的这个跟玉林哥应该共用一张就可以了，没什么差别嘛。除了这个不一样之外，其他都一样啦。可是我先撇开房子不讲，我先讲车子啦。其实车子方面来说，我觉得我跟玉林哥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车子好像我一开始我买车就是先用少少的钱去买，第一次就付个头期，可能10万20万就可以买一部80万的车，然后剩下就开始付贷款，慢慢贷款，对，好不容易缴清了，几年之后缴清了呢，然后那车是不是就又想换车啦？对，换车就把那车拿去折掉，折掉之后再用那折的钱再去付另外一部车的头款，对，然后就一直循环，这样变你一直都要一直在缴贷款，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觉得那车子一落地啊，它就折旧了，立刻折旧，对，立刻折旧，而且那折的成数很高，我觉得它是一个消耗品，就变成说，让我来说，我觉得我去付那个贷款利息钱，我觉得很不值得，对，所以到后来变得我就怎么样，我最后一部车卖掉的时候，我剩多少？比如剩20万、30万，我就只买20-30万的车我就把它全额缴清，我就不再付车子的贷款了，就不要再多拿钱出来了。对，我就不再多拿钱出来，我也不再去贷车贷。房子呢，我跟玉林哥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大家听过就当做一个经验谈。是我原本房子是没有贷款的。是没有房贷的，直接付清的，那是现金，对，就是自己家里的房。那完了之后呢，是因为我做生意需要资金，我才拿房子去贷款。那一开始贷的金额低，可能只贷300，然后就贷公司要运用。对，后来就变成300，就我转贷3次。哇，你知道越贷越多，对，增贷，你要换银行嘛，然后再增贷嘛，就变成那个金额就会一直往上加。那我们来看一下人补的，他们的观念都是错的。哦，是哦。绝对彻底的错。来，我现在呢有一栋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对，然后呢还有一间车子，一辆车子。车子过去呢有2栋房子，有4辆车子。哇！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们都说车落地它就有损耗，对不对？它是负的，它是不好的。胆固醇，难道不是吗？对不对？它是不好的，难道它是比菲多吗？比菲多，它是吞掉了比菲多。你是一定要讲到那个厂商来找你代言就对了。你只能说它是乳酸菌吗？好，但是我要讲哦，我的车子啊，4辆车子，对不对？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我们就去买普通的量产车，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觉得说，王仁甫你好像很喜欢玩车，为什么会有车子？其实我们都是在想办法省钱。还可以省钱，我是要好好的听听看。你讲这段话之前呢，邱总跟艳丽姐，麻烦帮我好好就是做个评分。他常常用这个观念来灌输。男人们，我在帮你们讲话，这句话记得要怎么样跟老婆说？你们注意到邱总在臭脸了，以为然呐。我告诉你，听不下去，那是你们不了解，你们走错路了，你们没有拜对好的老师。那你赶快说车子为什么是乳酸菌？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买量产车，量产车呢，大家都有嘛，对不对？你是不是一个房子有那么多空屋，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时候，价钱就会低。当这个房子呢，全世界就这么一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就盖这么一栋漂亮的房子，你买了，它价钱是不是大家会抢，会想要，所以就涨上去。盖的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买的车子呢，我呢一开始也是跟大家一样买量产车，后来发现，怎么那个价格啊？我这次买的时候100万，卖掉的时候剩60万。对不对？越来越低。可是后来我就买什么限量车，台湾没有的车，全台就只有4台的车。我进来的时候一台呢，买的时候160万，好不好？最后呢，我开了1年半。有包括你改装的钱吗？改装的钱没有，并没有。加上改装应该要300万。我们也可以不要改装。改装那个门像电影里面有没有看过那个门是这样子开的刀门哦？没有，不用那个，不用讲那个，那个改装是另外的。我们讲车子本身的价值是160万，你卖掉的时候。
他还160万。哇哦，而且人家还谢谢我，还说、哇，你没有赚我钱，谢谢。真的好厉害、哦、因为那个车子基本上台湾没有嘛，所以价钱是谁在喊？是你在喊的。对，车商，中古车商，他们会有一本那个一个车讯的一个小本子，那个价钱都写在里面。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耶，你就不用怕，对不对？你买稀有车，你就不用怕，因为有人想收藏它，你的价钱自然而然就会高。停！乱掰一通，真的哈、哦，真的，他想要讲荒唐呀。真的没有荒唐嘛？就是说，当然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能用东西来决定它好在坏在，而是要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对，而就像房子有时候呢，比如说，哎，我贷款，刚刚玉林哥说的，有的就是贷款啊，去投资。对，可是你要个假定哦，是投资赚钱哦，对，赔钱呢？对对对对。投资赔钱呢？那车子也是一样了、哦。是，刚好我们是买了稀有车，如果是买了一般车，那不就？所以说重点不是车子、房子是不是好在，而是看结果是怎么样子才决定它是好在坏在。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是把它艺术品来看，那叫投资的概念了，不是当消费品的概念来看。房子说你借钱出来，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可以去付完整的钱的时候，用贷款的方式，而不是说我现在有了钱的时候，我把这个房子的钱付完之后，把钱拿出来去做投资。对不起，这就不一定是好在哦，是不一定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就跟我讲啊，他说呢，你的房子啊，基本上呢，不要乖乖把钱缴进去。他跟其实就跟那个玉林哥一样，对啊，基本上我们有钱一定要在身上活用，而且房子的这个贷款最好了，为什么？因为是银行跟你共同分担责任，嗯，对不对？银行贷给你70%-80%，哎，你有问题，这70%-80%。是他要分担，你只分担20%的风险。对，这个你开哪有一家那个餐厅，或是你自己拿一个投资？那很多人都会说，那因为要多缴那个利息，可那利息那微不足道。我自己的例子，上次在节目也分享过嘛。我当时买那个房子3000万哈，对，我现在一个月贷款缴多少？缴14万多呢。对，然后本金加利息有有没的。可是因为那个房价到现在已经啊，增值了，它增值了，对呀、啊，已经将近快要5000万，是近500多万。对 对, 對，所以呢，扣掉那利息啊，其实哥还剩很多存都追啦。对，当然。结果论很重要，那是因为增值啊。对，如果我是狂跌的话呢，那也完蛋了，那就套了。对对对，所以还是要看物件到底好不好。对，所以邱总，你的意思就是结果论嘛？所以就刚刚说了，刚刚的前提利息2%，一辈子都2%吗？哦，当然 不会，不一定哦。对对对，宪哥，10年前的是20年前利息多少？不要讲20年前，那时候我高雄贷的，那时候的利息8.65%，是、没有错。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利息的东西有很多的条件在制约跟变化，对，所以会被制约跟限制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现象认为说利息都低一定有2%。对，第二个房价是不是一定有继续往上，这又是不一定的。对对对，所以我说今年买的房子呢，可能说假设是你投资，但是一定有所谓的负债比率，一定要知道的。对对对，好，刚刚不管是好债坏债都是用结果论的，是，但是有个基本的观念一定要清楚的，就是说负债跟资产的比例怎么样叫合理呢？超过这比例呢就是高风险。是是是，基本上你的资产都是1000万的话，你的负债不能超过500万，哦，就是50% 为主。对对对，你说超过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上的因为支出的利息呢，你的现金流量就会受到影响。对，现金流量会受到影响，最后你就会除了房子的债之外，你会再借钱去消费，你又发现利息又产生的洞，就会以债养债，最后洞就会越来越大。我补充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房子，如果你是自住的话，对，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去买，前提是自住哦。因为其实我们就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还有过去的统计来看，其实房地产房子还是抗通膨最好的一个工具。那刚刚邱总有说啊，房价难道不会跌吗？利率难道不会升吗？跟大家报告，利率我敢保证2年之内不会升。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已经在 QE4 了嘛，而且其实呢，美国没有升息的一个条件跟情况之下，台湾也不会升息。因为我们一旦升息的话，央行总裁换你当，没有，我今天换成詹维忠詹老师，真的，也不是，因为美国已经确定2015年之前都是一个低率的低率一个状况，所以台湾没有升息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认为就是刚提到的，有能力的话。我们去买房子，那房子呢？它是一个中长线来看，是一个比较抗通膨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呢，像我有些朋友，他可能短线买了之后会套牢，可是只要你的地段好，在经过5年、7年、10年，中长期来看，它还是会战胜通膨的。所以像房子这种东西，我送给大家一句话来形容：房子呢，就是
这个所谓的负债式理财，意思就是说感觉上你好像是负债，对不对？但其实呢，就像玉林哥刚刚讲，你真的买了房子之后，你就会有一股动力要 push 你要去多赚点钱，对，然后你就知道说自己要省着点花，其实你的这个房子呢就会一方面它会增加你的资产，另外一方面呢你自己呢就会想办法去缩衣节食，所以房子的部分我觉得它是比较好在的一个状况。那提到车子，仁甫哥刚刚讲的那个什么限量，你也听不下去，听起来是滔滔这个长江的大河的之论，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沈玉玲借贷当大爷，下场很凄惨。人家企业要融资是什么状况？扩大营业。对啊，那我为什么要扩大？我的购买兴趣。对，我只是单纯为了说，户头多一点钱这样子，好死不死。其实我到后来很可怕，我到后来哦，累积的每个月要交给银行的贷款已经高达多少了，你知道吗？一个月的。哇。仁甫哥刚刚讲的那个什么限量，你也听不下去，听起来是滔滔这个长江的大河的之论，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那是你们不了解稀有车跟限量车它的重要。还有你们，他每天都在家里跟我讲这些。不是仁甫哥，你知道吗？因为我相信你花在这四辆限量车里头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钱去做改装。你去想一下这些时间、这些时间成本、这些花费。哎，这非常非常的恐怖哎！你拿去工作，其实是赚到的一个资产是更多的。对，所以其实车子的部分，我会觉得说，除非这辆车子可以帮你带来更多的一个资产，帮你创造更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玉林哥，他以前是大制作人，他必须要有一台非常风光的一台车，然后他可以接到更多的案子。对，或是你做业务，你要有一台很棒的车，然后你可以接到更多的案子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车子就不算负债。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要爬妹妹或者是证明你自己很有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就大可不必。我们来看一下养车的费用。事实上呢，这个车子几乎一落地哦，就算你还没有开，几乎就是八折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以新车挂牌就八折了，对，牌子一挂就八折。对，那以新车70万来讲的话，它其实需要的费用非常非常多，包括检验啊、保险啊、罚单啊、改装，这就是仁甫哥最爱的嘛，改装哈。那虽然我们也不懂，然后呢，油钱、税金、保养等等。所以结果呢，10年的总支出大概是146万，平均每个月你至少就要花12000块耶。这每个月12000块，如果省下来，我去买一个固定收益性的产品，或者是呢买这个，你看他头开始低了，5%就好了，5%就好，你知道可以用到多少的价值吗？不瞒你说，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观念是正确，所以你看一下我的表，为什么以前是有4辆？现在变成一辆，对，而且一个人只有一双手一双脚，你要那么多部车，那你要那么多双鞋干嘛？不是啊，问题是，哎，你拿车子跟鞋比啊，还有一点都一样嘛，还是要穿要开的。还有，因为仁甫现在已经那个回头是岸了，所以我们也不还算早啦，真的。因为哦，你所谓的说160万，可是我后来经过了5年，我还是用160万卖掉，对不对？对。可是这个牺牲的是机会成本啊，这160万你如果拿去投资别的行业，对对对，不好可以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变一辆车。哇，玉林哥，今天怎么这么有终于说出人话了。帮你数落老公了，对对对。贤哥，因为像我们演艺人员啊，就是大家都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金，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很想要去投资副业，然后让自己的资产可以快速的去累积。那其实三位都有投资的经验嘛，那你们在投资的时候会借钱去投资吗？玉林哥，这个真的是一个血泪史啊。真的，以前不懂事，但现在懂事也来不及了。好像10个9个都这样讲。你现在还年轻哦。我们经营公司哈，那个时候公司其实资金并没有欠缺，可是那个年代哈，银行就是很宽松。我们楼下就是一间银行，那业务员哦，每天穿着光鲜亮丽，就借故跑来我那边泡茶聊天，一直怂恿我说，现在那个企业融资啊，企业贷款啊，我说啊，不要啦，你那个啰里吧嗦征信有了没？他说不，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是有名的人啊，凭你的名片。300万、500万不是问题，名片就可以这样带，名片就好，你的名字有这么好用哦？有，
当然啦，他讲的是比较简略的，当然一些文件还是要签呐。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银行哦，那个资金很多，对啊，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不借白不借这样子，人就会有一种虚荣心啊。人家企业要融资是什么状况？扩大营业，对啊，那我为什么要扩大营业？我的购买器具，对我只是单纯为了说，哎，户头多一点钱这样子。可是户头多一点钱要去给谁炫耀？对，你又是你又不可能随身带存款簿，你自己没管对吧？我周五级，对吧？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幼稚，而且还要付利息耶。一借啊，不只是借一家哦，那不缺钱的时候是 OK 啊。对啊，我确实啊，公司的账户里面、户头里面哦，一下子多了800万，好开心哦。那真的看了是蛮开心的。好啦，好景不长，好花不常开啊，好景不常在。是，我们做节目一定会一直蒸蒸日上吗？不一定，总是会遇到景气不 OK， 对啊，或者节目被停掉，观众口味变了，对对啊。哎，那七个节目、六个节目、五个节目哈，一直说到五个节目的时候，还蛮高兴。我说正好我可以出国去度假，以前都没有时间可以出国。等到停到四个、三个，哎呦不对劲哦，命运的锁链已经把我紧紧的缠住了，而命运的转轮，我们人生都会有一些大运在嘛。哦，好顺哦。卡住，这一卡住不得了了。其实很多制作单位都有这种体验，一卡住以后哈，突然着魔一样倒退了。其实很多艺人的运势也是这样哦，真的假的？而且这个一倒退哈，滚得很大，兵败如山倒。哎呦，好可怕！如骨排班了，好啦。那以前哦，一个月营业额可能有两三百万的时候，你不会在乎那个几万块的利息，利息多少钱？跟那些贷款嘛。对。可是其实我倒还很可怕，我到后来哦，累积的每个月要交给银行的贷款已经高达多少了，你知道吗？说来会吓人，可是我那时候一点不会觉得吓，因为我说过我一个月有两三百万的营业额，对，已经累积到一个月要交50万了。哇，利息吗？利息不是利息啦，就是就加利息，对，本金本金。一般我们企业融资都是本金利息一起一起缴，可是没感觉嘛，因为我每个月你看那五六个节目啊，对，营业额青菜都超过300万的啦，300万弄来换一样。五十万没感觉啊，我还付薪水嘞，缴房租嘞，干嘛都没感觉，还是可以存100多万啊。哦，好，那100多万，那我是公司唯一的负责人啊，我等每个月我怎么还是月收入花了花不好啦，营业额从300万、200万，好，终于有一天水库见底了。好，哎，终于有一天哦，这怎么哎？因为节目变少了嘛，那节目有的会赔钱了嘛。好，哎，怎么剩下100万的时候你就紧张了？因为100万。你付掉银行的50万，那你还要付员工薪水，员工薪水可能就70-80万啊。对，然后看下个月就完蛋了。然后好了，我们就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了。嗯，银行又来找你了。再借。听说你现在资金不够，你这样子不行哦。你这种制作公司哦，是这个众所瞩目的。你如果让人家知道说哦，你发不出薪水哦，哟，你完蛋了你。哎，嘴脸变这样。人家不会这种真的啦。以前都是沈大哥，你呀，你的嘴脸了你。观众朋友现在跟你不熟是不是？然后我就惊觉到事态不妙了，可是没有办法，越陷越深。确实啊，怕人家那个传出去啊，啊，说公司员工没领薪水啊，这间公司快倒了啊。好啦，就继续再借。他还是跟我说很好借，啊，其实已经有点难了啦，开始有点龟毛起来了，啊，什么要找保人了啦，还要审核保人 O 不 OK 啦，就是各种鬼毛病都来了。对，啊，好了，一弄。弄到哈，后来当然哈，后面的历史大家知道嘛。我后来干脆就公司结束了，然后我就上通告了嘛，对不对？就开始自己当。所以你现在是在还债哦。那个哈，悲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公司根本都没有在营运了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用我的个人收入，因为我用我的录影收入，然后继续呢去还银行的贷款。想不到你这么辛苦，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其实常常大家在投资副业的时候，当然一定是预估它是赚钱的，一定会变成资产，但往往有很多条件是没有预估到的。像刚刚莹姐也有提到，就是有增贷，然后去投资副业。对，其实我应该讲我的那个做生意的经历非常长，而且我很爱做生意。我没有结婚之前，我就开咖啡厅。对，然后来结婚之后，先是带小朋友，然后带小朋友之后开始就觉得在家里待得很不应该，总该出去做事。嗯，就先做了饰品，后来又做了又做了有关于烤鸡，先做烤鸡，后来做饰品，做完做老花眼镜，老花眼镜同时又做二房东，你知道吗？就是我做了副业很多的，搞头很多哎，你不是高人哎，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真的都不懂。其实我必须讲，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很爱做生意，只是人家会来跟我们一些讯息，就说哎，最近做什么好，最近要投资什么，那你就会觉得哎，试试看。可是事实上，其实手上资金没有很多，而且你知道我最糟糕是在于我要做老花。
他眼镜跟二房东之前没多久才被一个朋友就是骗了很多钱、oh. 所谓骗了很多钱就是他也是说他要开一个新的公司要投资、oh. 需要资金，然后就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gay搞的做了一件事，就是家里只有那么的一点点的一两百好、嗯、现金，然后还不够还去贷款，带了之后一起投到他公司去、啊、真的我想玩这么大，真的就觉得说，因为他讲得非常的厉害，这个公司开了之后将来会投资成本那种回报率有多高多高、嗯、好，那就我们就前前后后拿了现金两百多给他，又贷款贷了一百万，总共三百多万就给了他，之后大概三个月吧，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哇，不见蛋，然后就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变得就完全就觉得不可信任任何人就好了，从此以后就开始想要靠自己，可是靠自己呢一开始又不懂，不懂就开始，那我先讲一下我做老花眼镜，其实我做老花眼镜也是一个很因缘际会的一个巧合，就是那时候我老公的哥哥、他认识一个工厂，觉得哎在做这个老花眼镜，而且很时尚的、很时尚的老花眼镜，我就觉得嗯市面上没有，我觉得做生意要做那种跟人家比较没有竞争力不一样的产品，对不对？你那个是多时尚，这旁边会亮的。我讲不是不是都会亮，而且我讲我今天是没有带产品来，其实我到现在家里还有库存，但还。妹妹拍宣传照，价钱奈插嘴。那我说，哎、欸，那我是这个时候我来开个经纪公司，于是呢就开始找了一些新人。那让大家猜哦，我们全部有六个人拍一次宣传照，花了多少钱？现在的行情哦，两万哦，吃到饱。哇，你好敢、哦！你相不相信？摄影师都不止两万。你不用出跑，你明天给我，摄影师不用钱，你明天给我六个人，我自己花两万，我拍给你看。这旁边会亮的，我讲不是，不是都会亮，而且我讲，我今天是没有带产品来，其实我到现在家里还有库存，大概两千支。哇，拿出来清仓大拍卖，将来老妈的时候都可以来找我 ，OK？ 好不好？没问题。我现在看这个字，看这个字都看不到。我跟你讲，你要五支我也给你。我跟你讲，因为你知道，我刚开始初期做的时候量很少，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就是市场嘛，而且我就去百货公司，还有像成品系列，我就去设。设柜呢的时候，刚开始卖得很不错。那因为那时候我数量太少，因为我没有那么多资金，我就只买了部分的东西来设柜来卖，卖，每个月业绩不错，都卖到十几二十万哦。然后是一只眼镜才一千多块，可以卖十几二十万，我就觉得很赞啊，对。然后我就后来就开始跟工厂下订单，这一下订单就糗了。为什么？因为身上没有这么多的现金，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要订八十万的货，然后我只有三十万，对，我就先付了三十万出去。我想说八十万的货拿来之后，我卖了之后 run 之后再去付第二期、第三期。因为可是你这个思维好像，如果我们不懂做生意的人听起来是觉得合理，可是问题是事实上。你那八十万的货进来，可能你半年都卖不到三十万，对，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因为前面就是没有去走到那条路下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我只是想说，八十万的货进来，以为三个月这八十万的货就全部卖光光，我可能八十万就变一百二十万了。对啊，因为前面已经有这么好的业绩了，对不对？前面就是我前面可能只花了十万八万投资下去，我就卖成二十万的货，我就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就变二十万的营业额，我就觉得很高兴。对，就殊不知这一下三下两下三搞两不搞就搞成。那个越run越大，所以后来才变得说必须要去找资金来补这个缺。然后你知道我到最后最惨，我现在就是跳过中间一些心酸的过程不讲了，就是我最惨的时候是因为后来员工的薪水发不出来，怎么办？然后员工薪水你知道吗？甚至有员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这是当艺人的悲哀，他就跟我说，你要是再不给的话，我就去跟那个什么苹果日报讲。都是这样。对，你知道也有被这样，真的，你知道这种我就把钱伸给你，然后叫你走。真的，你知道就没有办法，就生不出来啊，就生不出来啊，还需要走到这一步。对，所以那就很难过。然后完了之后，就真的是去跟家人朋友想办法借钱，然后去给员工。然后我做二房东也是啊，我那时候也是听他讲说，哇，做二房东不错哦。二房东感觉起来没什么风险啊。那时候就是租了一个一二三层楼的透天厝，然后呢租金没有很高，可是我一打合约就打五年。
哇，就是只要打五年，然后我把二三楼啊改成四间套房，花了大概八十几、八九十万。对，因为你有花成本，所以合约拉长，是要拉长，这是合理的嘛，对不对？可是好，就开始征房客啦。那那边的地段，因为在巴德路那边，其实租的不可以租高一点的，一万出头这样子哦，就是一些上班族啦什么的可以租。可是殊不知，这中间会有空窗期，对，就是可能三间租出去，有一间死就是租不出去，然后死就是不，然后就没有人来看房子，然后就会很闷，对，然后就。啊，这间好不容易搞了半年，终于好不容易租出去了。可是呢，哎，另外一间的合约又到期了，他又退租，他又说他不在这工作，又要换到别的地方去了。哦，你就这样三搞两不搞，然后这样五年下来之后，发现真的没有赚，而且甚至于你还要，比如你要负责水电维护，对，还有什么网路那些，那都含含在内。还有你原来的租金，对，还有委员租金怎么这，我想全部这些钱花去，然后发现那八九十万不知道是在花来干嘛，就是。得到了一个经验，大家都说艺人不要乱投资，对，艺人你的工作最好做本业就好。可是艺人其实要跟大家讲，我们其实很没有安全感的。对啊，艺人跟一般工作不一样，艺人我不可能在台湾，我已经不当艺人了，这个市场可能这个口味换了，不需要你了之后，那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也没有其他工作，我一定要转行。嗯，所以艺人一定都会想说，哎，在我还有能力所及，我还有赚钱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个副业。嗯，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哎，好啊，既然我那个时候主持娱乐新闻嘛。对，各家唱片公司我通通都熟嘛，各个经纪公司也都熟嘛，因为艺人发片一定都来找我们嘛，一定要宣传嘛，所以都熟。那我说，哎，那我是这个时候我来开个经纪公司，于是呢就开始找了一些新人，而且我这个人又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从艺人开始干起来，我们知道说艺人其实在还没有工作就签给经纪公司的时候，其实心里会很不安，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签了个卖身契，对，然后你就想说，没关系，这些小朋友你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不用急着跟我签约，你们以后有工作开始我再来跟你们签约。所以小朋友们大概也说，哎哎，很好啊，对不对？那这样很 OK 嘛。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经纪公司，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说，哎，那个叫你来，然后就马上可以安排通告了。我们还要训练，要请老师来教跳舞。一堂课呢是2000块，哇！对，所以你自己教跳舞就好了，把钱省下来。有，因为老师不可能7天，你7天可能花费有点高嘛。对啊，因为他有舞蹈课、戏剧课、对啊、表演课、啊、唱歌。哇，你在开学校啊？我们那时候也是开一个类似像你那样的演艺学院，只是我们没有收钱。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投资是值得的。那人府，我们收钱都会倒啊，光你没收钱。讲得好，真的。在这个的花费之前呢，我都觉得还 OK， 就勉强还可以撑的，还可以接受。对，就是呢，这些可能2000块、3000块这些，我都觉得还好。到有一次我们想说，哎，那训练的差不多，我们来拍宣传照。哈、哦，你知道要让大家猜哦，我们全部有6个人拍一次宣传照花了多少钱？六个人拍宣传照，六个人拍一次宣传照，我跟你讲真的哈，因为我们过去也常帮艺人拍宣传照。现在的行情哦，2万哦，吃到饱，一个人2万，现在不是总共，现在对全部。哇，你好可爱、哦！你相不相信？你如果你不用造型，啊、你不用化妆，不可能吧？书画，人府，你刚讲不可能2万、啊，你刚讲对啦、啊，你为什么不做经纪公司？因为你有艺人巨星的光环嘛。那这种东西我没有你这么偶像这么巨星，对不对？我连我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我都可以去凹到这些免钱的、打折的哈、傻逼鼠哎，都可以去搞这些啦。因为你又不，因为你又不是天天，你知道吗？对不对？但是我要讲，2万也太夸张了。真的啦，真的2万，真的。你明天给我6个人，甚至都不是2万，你不用猪跑，你明天给我，不用钱，你明天给我6个人，我自己花2万，我拍给你看。然后结果你看到摄影师是玉林哥，是你，来拍一个，哎，笑一下，很好。好了，我跟你讲，好了，我跟你讲，我们在场的6个，明天来拍一下好了。好，那我告诉他好不好？不止，我总共花了23万。为什么？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呢、啊，太要求完美，还没拍照前，还没签约，全部就带到台北市现在最贵的发廊去染烫去了。对，然后前前后这样，重点是还没签约，什么都还没有签约，什么都没有，我已经花了像30-40万了。对，那我就心里开始想了，我好像也不适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哎，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因为面子问题。对，因为呢，我们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本身，你知道，还是线上的艺人，我怎么好意思像玉林哥一样说？哎，好了好了，因为我们都找我们平常合作的嘛。那以前都是唱片公司对他们，对不对？唱片公司花钱请那些大牌的摄影师啊，大牌的发型师，对不对？那钱不是我们在付。出班费。那我现在自己呢，我也想要给我的艺人用一些大牌一点的嘛。就那个价钱，你还不好意思过去跟他讲说，哎，那你就算我便宜一点。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艺人拉不下那个脸，所以他开了多少钱就说。
可以算便宜点吗？他说这已经是便宜了，那你就说、okay. 哦，好吧，不，对，结果弄一弄，后来发现其实艺人自己出来瞧事情，反而不好瞧，对，对，艺人自己其实不能出来瞧事情，所以后来我这个经纪公司呢，又还是又退居幕后，我就说，哎、欸，算了，我就弄我跟我老婆，还是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去搞，自己艺人哦，还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邱总，刚刚听了这么多艺人的故事哦，你会觉得说借钱投资，它到底是一个？投资的开始还是负债的开始？一般的经营事业呢，因为这个经营事业啦，好像有时候把它变成只是想什么就做什么。那经营事业，你一般而言有五件事情一定要会做的。哦，大家觉得很简单。五件事情，第一个，烫伤。刚刚那莹姐里面特别提到了说，哎，跟这个百货公司啊签约啊，是不是？这牵扯什么物？是法务。嗯，签约的条件内容是什么东西？里面要搞清楚东西啊，就是法务的东西要碰到。第二个，你有没有想到你营收完毕的时候有税务？嗯，哦，就你赚到钱的时候，你有考虑税务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说你说一只眼镜200块，我要卖2000块，你就净赚1800块。嗯，不能这样子想的。税务你有没有考量过？第二个，你有没有考量过你的劳务？什么叫劳务？刚才说薪资我不发的时候，员工会怎么样子？劳务问题你有没有去面对过？对，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你业务能力在不在？对，对吧？业务能力，刚才说艺人来瞧这种事情会发生什么？财务搞不定，为什么？钱搞不定。所以这四五个东西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两件事情，一个业务跟财务断了链，所以发生这种事。所以刚刚一直在谈到财务，其实财务要设算的。考虑到刚刚玉林哥提到了说，哇，从500万、400万、300万、200万几个节目，那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现金流量的问题。对，现金流量就是血流量少了，或是又被一个东西挡住了，那叫债务。那债务就是胆固醇嘛。对，那挡住了之后就会发现什么？就心脏病要发作嘛。对，心脏病发作是吧？就要等中风嘛。那中风的时候怎么办？不小心就怎么样？就要车起来，你知道吗？车起来。刷起来，你知道吗？而且真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哦。就是当你节目量少、收入变少的时候呢，然后又刚刚我们邱总讲的那个银行的压力，对不对？奇怪呢，贫病都会交加，很奇怪。就是呢，你只要有经济压力，哎，就开始会生病。一生病以后呢，东西做事情就意兴阑珊，然后就整个哦，全部越来越不顺，不好的东西都全部搅在一起。可是我觉得税务这个真的也是要考量到的。你看你赚得多的时候，哎，我们的税务都是隔一年去计算，所以你呢，去年很赚哦，你今年已经很可怜，已经不赚钱喽。可是这个时候税务来，还不是缴你今年的哦，是缴你去年赚很多的税务，哎，对，哇，你已经没钱了，又再加上去，那个真的很恐怖。我们过去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差了一件事情，没算到一件事情。这样的投资注定会赔钱。投资是有期间、有数量、有目标，是一定发生的，那叫投资。我们有目标啦，可是没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有，对，你的目标赚多少，你一定会讲赚多少。对，就是我想要赚。对啊，是注定要赔钱的东西。真的吗？对啊。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差了一件事情，没算到一件事情。刚刚不是讲过是买房子，可能要自己喜欢就好嘛。对，我刚好就有一个朋友，大家不觉得一个月收入15万块，你觉得多还是少？多，不错吧？一般人不错，真的不错，对不对？对。因为当律师嘛，对，所以又不错吧？他应该觉得不错，对。对啊，很好。他刚刚结了婚，又生了个小孩。结果呢，他就决定要去买个房子。结果在木栅的地方呢，买了一坪50万的房子，买了50坪。不多，2500万。可是自备款呢，只有200万。哇！后来呢，300万回去跟妈妈的退休老本搬出来，总共500万，2500万，你们500万还有2000万贷款，一个月要缴10万块，11万多，哇，本利差不多。结果15万加上扣掉他的税金，还没有扣掉税，最后他真正到他手边的大概13万多，扣掉那些的房贷，剩下2万多，怎么养家？没办法。所以大家有时候就忽略了，我很想买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的现金流量足不足以支应我的负债？对，他忽略了这件事情。是结果呢？结果现在发现。糟糕了，小孩又出生了，对，现在又发现老婆要出去工作，那一出去工作，小孩又要给人家带，对，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老婆家里面天天吵架，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以他的收入来说，如果他去买1500万，他绝对付得起，是，对，这个就重点发在哪里呢？就是杠杆太大，他的收入他不能去缴一个月要10万的贷款，对，不然财务的负债比过高了，就是不通的事情了。那我想请教一下，比方说像莹姐姐刚刚那个案例啊，就是说他
已经这个副业投资是失利的，那有些人呢，他当然希望就说，哎，我可能再投资下去，我可能会跟还有机会有转机，他就去借钱来再去增资，这样子是对的吗？所以喽，当要投资的时候，记得刚刚那些都不叫投资。什么叫投资呢？投资是有期间、有数量、有目标，是一定发生的，那叫投资。有期间、有数量、有目标，而且一定发生，一定发生。对，我们有目标啦。可是没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有。对，你的目标赚多少，你一定会讲赚多少。对，就是我想要赚越多越好。你看，对啊、这注定要赔钱的就是这样。真的吗？对呀、啊，那应该就是不具体。有谁做生意不想赚钱？要赚钱，一定要赚够。什么叫够？什么时候时间做到、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列一个目标来，有可以超过、嗯、对，但是我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就是我一个月目标赚五万，重点就是说超过了，什么才叫够？对对对，问题来了，这也是什么叫合理报酬？那什么叫够？对，什么叫合理报酬？大家也要定一个标准。所以投资学里面的投资基本的合理报酬，超这个超过这合理报酬，基本上就是不当的报酬。哦，通膨加定存叫合理报酬。对。很多人会觉得我要翻一倍，你想太多了啊！没有这种事。通膨加定存，我讲的是真正的投资。刚刚诸位所做的事情不叫投资，都叫投机。都叫投机。哦，这个要先理想一件事情：我这笔钱若是我的本金，若花掉赔掉，我有没有关系？嗯，我若没关系，绝对可以去做。嗯，若是你这笔钱刚刚的那个本金呢，是借来的，你有没有想过、嗯、借来的时候我还得掉吗？我还的后路想清楚。若想清楚了，你可以做；若没有想清楚，你不要一直在。想说哇，我一翻就一倍一倍，对，太过了理想了，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对，没错。所以 Andy、一般来讲，我们用贷款去买房子，用贷款去买车子，然后又用房子还是要用房子去借钱出来投资。这样对人的一个他的一个财务的一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好，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财务规划能力非常强，然后呢你都还得起这些债务的话，也就是说不管是车贷或者是房贷你都还得起的话，坦白说你对银行来说你是 A 卡，对 Number One 他会非常欢迎你继续过来借钱哦。对，比如说像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名下的房贷有2000多万、但是重点是什么？我跟刚刚那个邱总的律师朋友不一样，我现在每个月还的房贷的金额占我的收入还不到1/3，对，还不包括我老公的一个收入，所以就这个现金流的部分来说，所以您谨守1/3的一个原则，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宽松。对，好，那重点是如果说大家真的都没有算清楚的话，那你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去还债没有办法还债的话，就会有几种恶果出现喽。第一个就是说，你会在银行那边留下不好的记录。对，那既然会有不好的记录的话，如果你接下来你要在创业，或者是有其他更多的资金运用的计划，你想要再贷更多钱的时候，银行这时候就要考虑哦，到底要不要借给你、哦？而且啊，这种不良的记录啊，会跟一辈子，银行都连侦。现在电脑一上线，所有的记录都出来了。对，没有错。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好，万一你真的很幸运，你贷到这笔钱了，但是呢，因为你过去的还债的能力不佳，还债记录不好，所以你要谈的利率也不好。也就是说，你光是取得这个借贷金额的成本就比别人高了。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其实对我们一些金控公司的朋友来讲，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也服务过金融。机构，那我们过去在 interview 员工的时候，如果说哈，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干部或者是中高阶主管，我们就会去调出他相关的一个信用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我们发现他的信用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他是不是来公司之后可能会发生挪用公款啊，或者是呢他这有其他的一些意外诞生意外发生。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一个人的信用状况，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关心的。对，那请问一下这个邱总哈，一般来讲哦，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办法让我们能够规避这个风险，让负债变成正的资产？真的有时候会负债的变资产哦，对，有机会的。当然，刚才我们谈的是一般嘛哈，对。那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记得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呢，他平常的时间呢，因为去买了房子嘛，后来呢就贷款嘛，对，后来就贷款的时候，他银行呢就叫他做了一件事情呢、啊，就说，哎呀，你这房子贷款呢、啊，你最好是买个保险呐、啊，对，有他可能贷了700万的这个贷款的金额，买了一个，他就告的房贷，贷款本来就是负债的，对不对？对，大家都知道本来就负债的，是，可是他会把负债变资产，那就移转变化了，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你说，因为700万还呢，假设你的人身风险发生，那就不是因为经营风险哈，我讲的人身风险。
风险，说我没有能力还，不是我故意不还，因为盟主恩召我走了，那是不是一样是变负债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了说我必须买个保险，让我的负债呢不要变成我的子女、我的妻子，就变成说我若是贷款是房贷的话是700万，我若是人身风险发生的时候，我死亡之后有理赔金700万，是不是就可以去还掉那个房贷了？对，那原来的房贷的负债是不是立刻的就变成的资产了？对，那资产的部分你是不是花700去变成资产呢？不是，你只花了保费可能3-5万块，你就把那700万。所以我说，有时候有机会的话，你是会把负债变成资产的前提是你把你这个负债来作为用工具方式的移转了。那当然，这样的问题呢是针对人身风险的时候来考虑的，当然不是针对说我们今天负债怎么突然会变资产，是说我们人生在所难免会有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对不起，不是我不想经营，是真的没有时间、没有能力，生命已经没有指引，那时候的负债更悲情了。所以仁甫，事业做太大，负债太多，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嗯，什么事？他一问我就紧张了。不是，没有回答对的。不是，我担心以后季妹妹要改嫁，你怎么办？为什么呢？不会啦，假若季妹妹冰清玉洁哦，假若若留了那么多负债，你叫季妹妹怎么背？说实在的啦，如果真的话，你真的改嫁比较好，因为你也正想娶别人，我是盟主恩召了，我娶谁啊？是，所以我的意思说，假设有这种情况，刚好仁甫呢又特别的爱老婆，所以把应有的足够的保险金额呢，死亡保险金额都买好了，那当然啦，那季妹妹虽然你离开时候，你猜她会难过还是很开心？先难过，后开心。看到那相片，我还是知道仁甫很爱我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无奈的事情，但是你要把悲情变成喜剧收场，最起码风险事故的东西。所以会发现说，风险管理也要先做好，后来就是说财务管理、财务调度、现金流要做好，这才是一个稳当的一个投资跟理财。没错，谢谢邱总。那我们最后呢，大家都有听懂了，今天感觉就是有好深一堂课哦，谨记在心。对，没错，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宪哥有话跟你说。好，葛拉汉对投资跟投机的解释，葛拉汉是谁？葛拉汉就是巴菲特的老师。哦，比巴菲特更厉害。对，他认为什么叫投资呢？投资在经过分析以后，第一个，你的本金要保证安全。对。第二个，你要能够有获利良好，这叫投资。除了这个以外，都叫做投机，这样就很简单了。对，所以刚刚我们听邱总讲的，你如果真的你分不清投资投机，那你应该把你的风险做一个移转，做一个规避，否则的话很容易本来认为投资的它变成投机。对，没错，弄清楚自己的资产还是负债，才不会让自己的生活暴露在太多的意外跟风险当中。最后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谢谢大家。